娱乐圈八大玉女现状，杨钰莹至今单身。第一位周慧敏，长发飘飘，眼神温柔，是名副其实的玉女掌门人。随着岁月流逝，美人迟暮在所难免。不过更让人痛惜的是她老公数次出轨，她都默默地选择了原谅。第二位杨钰莹，甜美的歌声配上可爱的外表，内地第一玉女掌门人不是盖的。后来她因为男友的事淡出娱乐圈，等她再回来，江湖早已物是人非了。第三位张柏芝，五官精致让人难以忘记，像极了男人记忆中初恋的样子。可是私下里的她开朗豪放，因为照片门事件被谢霆锋抛弃，如今生下三孩，却不知孩子生父是谁。第四位刘亦菲，神仙姐姐的称号毋庸置疑，不管是荧屏上还是生活中，始终如一。不过都三十多了还没嫁人，也不知什么样的人才能配得上她。第五位董洁，出演的角色全是玉女形象，清醒脱俗，可谁知私下里她婚内出轨，伤得潘粤明体无完肤，还不让她看儿子，人设崩塌。第六位朱茵，自从紫霞仙子之后就是玉女形象，这些年她结婚生子淡出荧幕，不过就这一部电影已经够大家欣赏一辈子了。第七位高圆圆，几乎是所有男人的梦中情人，不过出道后高圆圆数次插足别人感情，好在最后被赵又廷收入囊中，婚后生下一女，也算有个好归宿。第八位韩雪，拥有所有女人梦寐以求的身材和声音，出道这么多年从没有过绯闻，甚至连吻戏都没拍过，被网友称为玉女时代最后的守护者。你最喜欢哪一位呢？